导航慢了啊。出去了。我有点冷。好吗？出来了，在阿曼，阿曼的机场，很小啊，这机场。打车还是打车去酒店？外边好热呀！你要在这待长了吧，在阿曼你最好租个车，都是出租，不要打这车啊！这打这个现场出租，他能要很高的价格。去找那个租车，或者是那什么，是那个。这是打出租车的啊，租车或者是轿车，在网上叫车。这是阿曼的啊，几个景点儿。阿曼潜水行，我有时候那个在网上看到阿曼的潜水，还有几个沙滩都非常有名的，环境比较好，很热啊。外面至少得36度到40度啊，马斯卡特酒店，看看还可以啊。够了，可以。我操！我反了。机场贵宾室在7楼。啊，马健，真是难找啊！没有直接到7楼的，还得坐一下电梯呀。其实你吧，在机场你找一个贵宾厅是吧，花点钱你比在外面吃饭强。为什么呢？它是直接可以什么呢是吧，休息啊带吃饭在一起的。Hello sir. Hola, ma'am. Yes sir. Yes.المدير مخ لكن دفع أول هاي وتذكري بعدين أكشن كبير كاسي بونك علي هو المحتاج هو بيتصل صباح في مرة واحدة هذا معين أيوة وحيدة تذكري بس خلاص أنا بأرسل لي إيميل وأنا بكلم خلاص أصلا ما عندهم أتوريتي ولا هيكل واحد بنفسه. ايه هم جايين من السفارة. خلاص اهم شيء. مرحبا. تفضل. 想参观一下
先来杯喝的吧。在机场里吃顿饭也得180块钱，花个钱是不是？他们还有自助餐。先来杯这什么玩意儿 ，juicy， 尝尝。不要喝多啊，喝多你就饱了。看我带你们多好，带着你们参观一下啊。水果，一会儿吧。啊 ？Give it to me. 哦 ，Thank you. 看看都有什么吃的啊？印度菜为主啊，咖喱，这玩意儿就算了。这个可以拌个沙拉，印度菜为主。啊，粥。这个是面条哈，啊，全是印度咖喱啊。这是鸡鱼肉，啊，这就是那个印度超自然现象的吃的。这个米饭，看到了吧？这个马斯，全是我以后吃点水果啊，全都是来的那个印度咖喱啊。这边还有啥？要单间休息啊！啊，洗澡的地方，还有个私人的小空间啊，还可以洗澡。就这么大吗？不会吧？差不多了。没啥人啊，哎呀，去找个地方坐会儿去。